周遭就是拍完《亲爱的亚当》喜事连连嘛，请各位拿出一个戒指。好。总经理，完美失败。三个是什么？失败。哦，怎么那么对比？经营编辑嘛，就是大家就是需求，就是要一个完美，的经营编辑的一个胎儿嘛。然后长大之后，大家在大家眼里他是完美的，在他心里会某程度会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人。我觉得凤飞有三高，美丽，来呀、啊，智商高，颜值高。你水高吗？五月起龙，你水高吗？七水高。高，他应该也有三高才对。我是血压高吧？我你误会了，血糖高，有关系。三个字，霸美卖，卖是什么？卖是哪个？霸气，霸气，美丽。然后卖就是我在肚子里卖落一些坏东西。这些小秘密都不能告诉大家，这样就让大家慢慢的看到我会使坏，还是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。憨直，然后善良，还有一个特别的美感，就他很喜欢穿格子衬衫，然后大家到时候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格子衬衫，所以可以去看一下他总共有几件这样子。准备好了吗？穿裤子。请拿出三个棒状物。三个棒状物。不一样的吗？三个棒状物。我赢了。我赢了，我赢这边，这边。我三个都不一样哎。棒物。写线图。签字。威哥。好高。威是哪的？威是哪的？棒状物。筷子，我跟你输了啦，他们三个很快、欸，很快啦。三棒状物，雨薇最慢，所以其他三个得分。Yeah. 好，那再来，我们给雨薇出题好不好？雨薇你出题。出题很难。好。出哎、欸。请拿出。防水。一件防水的东西。加油！能穿的防水东西。能穿哦！穿的什么？回来了！多款雨衣吗？回来了！能穿吗？哦，可以。我的新的雨衣，可以啊！雨薇那个是什么？雨衣啊！啊、哦，佩慈好像最慢哦，佩慈，我最慢，惩罚，惩罚，我最慢，我是泳衣耶！你是在哪里，孙可芳？我放在客厅，还没拆开。客厅放雨衣。月晴是什么？我慢到来不及看大家嘞。我是那防水外套。防水外套。你为什么随时背着一个防水外套？他家客厅会漏水啊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拍完《亲爱的亚当》喜事连连嘛，请各位拿出一个戒指。好。戒指，耶耶！我应该有啊，对、欸欸欸。戒指，我要快去拿。我只说戒指哦，我还没说结婚戒指，我已经够客气。我 number one， 哎、啊，小豆友，还好，你那个不算呢，你那个我没有戒指，我人生中说啊，你就说、啊，我戒指，再去拿一个易开罐的那个拉环，橡皮筋。因为如果真的拿来，是不是算他过关呢、啊？他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太久了，他应该很多戒指是。不要情书，都家用健身器材。等一下，被他抢走了，我回来了。这是健身器材吗，雨薇？是啊。我太慢了吧？你根本就是第一名啊，叫我游戏王。好，最慢的是佩慈。我房间就没有这些有的没的。天哪，会把整个家里翻出来。好，还有一个洗衣机。最后一题换小豆。天哪，我的题目被吴月琴拿走了。你看一下你身边还有什么？哦，健身器材。看一下，请拿出任何玩具或是桌游。
玩具或是桌游。桌游，桌游。玩具。桌游，桌游。哇！佩慈依旧是最慢的那一个。好烦哦！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在哪里？家里太大了。这房间啊。佩慈，你家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哇，你这个房间。我刚刚出勤，拿出你家的窗帘、枕头。你要拆房子啊？你就粗暴。没有，我们拖拆房子。我的房间就是我当初设定我的房间是什么东西都不要走，我只要休息。还好我家很空，我家很小。我家里很小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得这么累。有五个字，五个字，还没看就先猜。对，先猜。亲爱的亚当，亲爱的亚当，对，不对？五个字啊，一个人，编辑人，日本人，他们不止一个人，他是人，但是不止一个人。精英编辑宝宝，精英编辑人，太好了。刚刚是有人讲到重点。哎、啊，亚当跟小汤一下。好，佩斯最快，佩斯得一分。啊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对，佩慈，跟人有关系吗？有，跟人有关。等一下，啊、我哪里有个关键的动词？是运动类的东西吗 ？No， 不好了。好，小花 ，Yes， 哎，小豆好快哦。我都还没看到、喔，我都还没看到啊！我都还没看到。谢谢我家的五 G， 谢谢我家的五 G， 谢谢。太难了吧！不要骗了，小豆。超难耶、欸！好，这个人，这个人，这个人，男还女？男。我们系里有。两个字哎、欸，不是合同，能时装吗？看不到，全反了。魏姐，戴口罩。哦、为什么要戴口罩？那谁说陈时中啊？啊！啊！哇！哇！难吗 ？OK。跟我们的戏有关吗？有吧，有吗？是演员有关吗？对，演员有关。演员，居家隔离。下个，等一下，好难哦！天哪，这怎么画、啊？魏海集团。哎、欸，好反光，看不到。哇，看不到，这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他有点到，他有点到。鬼上身。愿望树，什么鬼上身？我好反光哦！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庙会吗？还是这是什么？要不要学啊？跟男女主角有关系？前方是椰子树啊！对，跟男女主角有关系。终极三国，对，什么？终极三国啊！哎、欸，你看这关羽啊，刘备啊，然后张飞啊，庙功好吗？中间那个树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们的武器啊！看到了，战力了！你要写战力指数啦。嗯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爱助理哦，两个字吗？对。什么？的确的敌哦。哦，你最期待的戏剧即将呀会在。5月15日八大戏剧台，一定要当时看，就锁定播出，一定要当场叫你们家人朋友一起收看。OK，Bravo， 很棒很棒。好，那其他三位有没有补充？就是再推荐一下这部戏。亲人般的温馨，爱人般的甜蜜，的确通通都在亚洲最红频道。当前你所收看的八大电视台，天哪，练过，干嘛练过啊？比赛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